享受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。欢迎你们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是的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。好嘞，我们今天的话要来玩趣味联机。这张图的话是好像是带宝宝吧？你们去自己的房间。是带宝宝？你咋还有个保镖呢？这里面所有的宝宝和宝宝食物更新了男生的宝宝，我看看是什么。哇哇，这宝宝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啊，好可爱。这应该是我家的宝宝，琉璃红队宝宝。咦，他会跟我走吗？他好像不跟我走。西瓜片，嗯，走吧，走不走，走不走。嘿，哦，我看是我家房主武器。哇，这是我的东西吗？这是我的保镖。那我是不是我有这么多保镖？感情我变奶爸了，我也是奶爸。哇哦，紫队宝宝出来啊，出来走。琉璃，这是我的琉璃。哇哇，你看这是小宝宝，好可爱。他怎么跟我们走啊？他为什么不跟我们走啊？你有几个？我有很多很多。你这么多，为什么你跟我们不一样呢？哦，对，我要拿火腿，我要拿火腿，火腿，我拿火腿的就跟着我走。哇哇哇！你看我，你这么多，你四胞胎啊！我有四个宝宝，我四个宝宝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我只有一个，我也想要。我们，哇，哇，这四个好萌啊！你看这大眼睛，你看这大眼睛。嗨，我要给他们起名字，我要给他们起名字。你叫。你叫郭大毛，你叫郭二毛，你叫郭三毛，你叫郭四毛，好吧？你确定你是觉得他们可爱才给他起名字的吗？你们觉得他们叫郭一毛、二毛、三毛、四毛可不可以？你们觉得可不可以？不是大毛吗？郭大毛、郭一毛、郭二毛、郭三毛，三毛对吧？大毛、一毛、二毛、三毛，走，跟我走。我们出去玩去，那边有游乐场。好，我这边游乐场，看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哇，你娃太多了。免费泡泡糖，免费蛋糕，你们想吃什么？免费年糕。什么？大毛，你要吃，你吃蛋糕啊？好，大毛吃蛋糕。来，大毛，郭爸爸给你吃蛋糕。他不吃啊。别跑呀，跑啥呀？好，然后来，我们吃免费泡泡糖。一毛要吃免费泡泡糖。啊，一毛，柔姐姐抢我泡泡糖、我家的不吃啊。哎，我的一毛、二毛、三毛、四毛都跑了，因为你没有拿。我的大吃泡泡糖、我的三毛呢？我三毛去哪了？他不吃啊。哦哦，这里蹦蹦床，来帮我蹦蹦床。哦，蹦蹦床，呜呼，蹦蹦床，呜呼，哇，呜呼呼呼，来来来。大毛、二毛、三毛都过来，我们蹦蹦床了。这谁呀、这几毛呀？走，过来过来。几毛？这应该是三毛。来来来，三毛过来。三毛过来。我家的小蓝嘞，我小蓝去哪了？哦，好玩吧？好不好玩玩？好不好玩？娃呢？你娃去哪了？你娃？这娃呢？天黑了，要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来，走走走，三毛。走啦，走走走走走，完了，他们不回家了。你们是野孩子呀？完了，我在这，你看我的大毛上树了，我大毛上树了。哎呀，你看他玩蹦蹦床不回家了，完了怎么办？你娃，我娃也不 走了，我娃也不走了。你给我下来，打屁股了啊！怎么办？下来，打屁股。先打出去吧。我、哎、真的是要打出去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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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大毛屁股他才出来，我帮你，我先走远一点，你们帮我打上。哎妈，强哥，我把你娃打出去了，打出外面去了。哎妈呀，这完了，你给我出来，给我出来，给我出来。哎呀妈，不能这样子教育，怎么就打了？给你吃西瓜。走了，我看还有几个娃跟我走。完了完了，你们家那个回不去了。完了，
完了，我到最后一个娃都不跟我走了。你把你的火腿肠收起来一下嘛。跟我走不啦？跟我走不啦？我娃呢？好吧，我丢了两个娃，那两个娃不要了，野孩子。我想睡觉了。我要睡觉了。走了走了。哎呀妈呀，还剩下一毛跟二毛。还在蹦呢，别蹦了。哎哎，我回来三个娃。啊，给我进来。进来。进来。快进来。哦，不能太凶了。快进来宝宝们。我们要睡觉了。快点过来。来来郭爸爸这里。咦。睡觉了好不好？什么要听郭爸爸讲故事？好的。郭爸爸讲故事了啊。他不进来，我不进了，算了，我把门关了，你也出不去。好了，我们讲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一座庙，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叫温柔，还有一个小和尚，他们每天都在无聊的讲的故事。他们讲的故事是：从前有座山。好了，晚安，来亲一个。哇，亲一个，哇，亲一个，哇，好，晚安，爸爸睡觉了，你们快睡觉啊！哎呀妈呀，还去不了你家呀！你快睡觉，你还要跟我睡一起呀？快睡觉呀！你睡不睡呀？你睡不睡觉啊？睡了，睡了，睡了，我看看能去你家玩不？好，你们都睡觉啊，睡觉。啥？你们还要听郭爸爸讲故事啊？不行不行，明天再讲哈，今天讲不了了哈。好，自己去玩。哎，不要出去了呀！你这个野孩子，你怎么又跑出去了？你是野孩子吗？哎，跑到我家来了，他还是 跟我玩。你怎么跑这来了？我的天，你跟柔姐姐住去？你是野孩子，野孩子，不要了不要了，那野孩子不要了。好，睡觉睡觉睡觉。你就不要了。都睡了吗？娃多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都睡了吗？都睡了没有？睡了，都睡了。怎么还不起床呢？是不是出 bug 了？是不是有人没睡觉啊？好吧，睡不了就算了吧。好，来来来，咱们结束吧，结束吧，结束吧。好。好，今天的带宝宝，带宝宝就到这里结束了啊。你成功的把四个娃带成了俩娃。成功把四个娃带成了俩娃，好吗？好了，那么的话，咱们今天的迷你世界带娃记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按钮，么么哒。